先生倾尽山水，技术山水的工业，为后世所敬仰。后世也有很多人渴望踏着您的脚步，去游历华夏山河。在后世，我们管这个叫旅游。哦，哼哼，旅山水风景，游华夏九州。嗯，旅游这个词起得好。还记得您在《游天台山日记》中写道。 癸丑至三月会，自宁海出西门，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具有喜态。我们用后世通行的历法一推算，发现您说的癸丑至三月会，恰是那一年的5月19日。所以，300多年之后，公元2011年，我们决定把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。 啊，好啊！外出游历，朝避海而暮苍梧，人生快事。您说的“朝避海而暮苍梧”，在您那个时代是内心的一种豪迈和气度，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已经成为现实了。 这是何物？慧明兄，尊上，看看仔细。<笑>哎呀，你又调皮了。这是后世的一种交通工具，叫高铁。人坐在上边，早上从您的家乡出发，下午就到九嶷山。 真正做到了朝避海而暮苍梧啊！万里峡中，我走了3年有余，后世人一天就能走完，了不得呀，了不得！<笑>在后世，想要走得快很容易，但是发现山水之美，追寻真理的勇气，先生，您还是我们的榜样。三军。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追溯长江之远，不知后世的人有没有找到啊？找到了，请。哎呀！ 下个兄弟看呐！哎呀，这就是您一生魂牵梦绕、始终想来的地方。这就是长江之源，正是。 而且，经过后世的考察，此处不仅是长江源，还是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。哦，这里孕育了三大水系，被后世称为“三江源”。先生，您在数百年前就曾经探寻长江源头，勇敢地写下自己的论断，言前人所不敢言，那绝对。 是一次创举。今天的水样检测正常。咱们三江源的水区水质是最好的。你们好，撒老师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您到三江源来了？对，来看一看母亲河的源头，也特别想尝一尝长江源之水。您算来对了，我们在野外都是自己采水喝。 是吗？对了，撒老师，我这刚好装了几瓶过滤好的水。哎呀，太巧了，来着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没事，撒老师。那再见，撒老师。嗯，我们还得忙着采样呢。谢谢，再见，撒老师再见。长江源之水。 来，夏克先生。
桂林先生，哎呀，尝尝。 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晚辈撒贝宁，以华夏母亲河源头之水，敬二位。 真甜啊！哎，夏君，谢谢你，谢谢。 谢谢两位先生，为后世留下不朽的徐霞客游记。先生，回去的路多保重。 三百多年之后，给您带来一颗亮。侠客兄，此行圆满。 先生，您未走完的路，我们后世会继续前行。